上上头讲啥物件，其实顶下就叫爱，是不是？但是爱啊，不是直接会做成哦。爱本来是讲无保守的，爱那是讲你无愿意去付出、去牺牲，这爱袂长久哦。那像即话，那是讲爱啊，那是讲干那单单的退休的、占有的迄个爱啊，那叫邪情啊，邪情啊，你知道？那所以爱啊，是当条人好女的，你家己歹付出的，你家己爱贪着呐，后下先话这是真爱，这是外向的爱。爱啊是当天男性是不离不离不离啊，但是先话我讲讲，这红火关系袂长久的。这当今的社会，都是人追求的是家己的舒适，人追求的就是讲，你和我较济过，我要和你。对你好，我就借；我甲好，你就借。而且你看了，我性命加多来去爱的，是你的性付出、性牺牲，这个爱关系才会建立起来。只要奇妙咯，你要大人是不退一点声，不退无谓咯。但你愿意付出一点声，多少倍了，你就退到更加济了。你付出更加济，退到更加济，付出更加济，退到更加济，就像你看呢。所以你知道吗？你都对你圣经来来听。来看，他们是真正爱。他们圣经十三《哥林多前书》十三章三至八节 ，First Corinthians 13:3-8，《哥林多前书》第十三章，《哥林多前书》第三章三至八节，《哥林多前书》第十三章三至八节，咱来看。圣经讲，我那是将所有救济无为人，搁放下家己身躯，身躯叫那我的身躯烧掉，却无爱，原在对我无免处。爱是长久的忍耐，搁温慈；爱是无妄妒，爱是无自夸，无拍狂，无做歹事的物件，无求家己益处，无随便起哄，无计较人哦，无自家不义的物件，干那自家亲利的物件。然后后来。咱看这四个话话，这四点嘛。头一个爱啥物？凡事包容，大家讲包容。包容。凡事相信，大家讲相信。相信。凡事盼望。凡事忍耐。咱看头一个，啥物是包容？那圣经内面包容这个一句话叫 stack all， 大家讲 stack all。stack all 的意思是叫做扛嘛，叫做争啊。即係垃圾物件，無好物件，嗰啲真冚嘅。嗱是講佢哋，佢哋嗱是講要裝唔到物件，叫佢冚起來，即叫包容。嗱，你知唔知？即係講個寬恕啊，包容你咪先見家道上面肯食愛。咁對我愛住冷嘅東西啊，都寬恕啊，誒解冚嘅，知唔知？古裝抄嘅東西啊，一任性，都當作可愛。一无理取闹，就等着处理，是不是？了，一骂就跑路，就感觉这是情趣，是不是？在交易最后的，敢是一出单波物件，就放的大，看的济，看的阔，是不是？了，单波的，哦，等于讲，伊阿未交易的点啥，是不是？主动去到伊的厝，人家对伊等该捡三个来，该捡袂成啦，对不对？那在交易最后的点啥，捡三个捡袂出来，两家三至三枚，那遐之外，他们输的款。他不说的那款，因为原因就是一个，就是伊失去了爱。伊不是讲无爱对方，只是这个爱无相加，只是个未够，安尼抓紧啊！你看到话，先讲真正爱啊，是要包容的喏。所以你要大滴，你家庭生活得到爱啊，你就要学啥物件，就是去谈；学啥物件，就是去包容。恶臭物件，即种咧无好诶，去增害变好诶变衰，咱看圣经咱教。箴言十七章第九节 ，Proverbs 17:9。箴言第十七章第九节，要讲家禽人诶过患，遮掩人的过得，是吹着人诶爱。那是一个刀伫挑病，挑咧错啊，就将这朋友诶关系分开了。那圣经内面教了真真大智慧啊！原来啊，乡亲们要来改变一个人，谈着对方的爱，你要学去扛伊的过患，
去补伊补偿。但是另外，只坐时阵呐，咱娶好个东西，咱人交家人啊，交完背后咧，就是咱看常常看到咧唔对物件，无好物件，是不是？古早他们想你无在了看到咧，因为古早弱弱个爱，所以他们物件做得青个啊。来到这个现实的教育背后，白大家生活，搞到忙，搞到做，搞到白，搞到白，搞到咧，对嘛？清清楚楚咧，点子啊？开始淡了，点子啊？只清楚熟一路了，点子啊？别走了，点子啊？啊，开始有想啊？我讲的是白咩？你不是无爱呀？只是这个爱呀，这个爱已经慢慢啊淡化，和生活顶的一切的代志来冲化。为爱咯，但是另外，即个情形有时候不一样，所以我特别想咩咯，对不？就咪看到对方咪无，对不对？啊，而且另外，即个人讲咩嘢，那是讲佢未去爱啊，而来而前进，而来而，而嚟更加多，而来而更加好，更加甜蜜。但是另外，即个时阵啊，你咪无靠，唔是咪无畏，无靠，无帮。但是另外。大波查波暗波的关系，家庭无论兄弟也好，姻亲也好，通常安怎会开始分开烧呢？就是去挑毛病，他就到处挑毛病，是不是？那像这块，你会其他物件，在你老人生活的内面啊，你要改变你的东西啊，不是去挑伊毛病哦，你挑毛病未改变伊哦。看到对方挑你毛病，是不是？我前面就讲过一个圣经节，耶稣讲个物件，你要看到对方的刺，对兄弟的刺，你要去反面，你才能消化家己。然后这就是大挑炸了。伊如果看到人的错，你才能变得看到家己，变得看对方是看到你家己的嘛？到底你有错，你做过哟？所以啊，上帝做人真奇妙的，佮欺人的人啥？安尼欺人的人啥？你三人家你是欺家己的。注意，你记得记得嘞，你都记得记得嘞。你三人家你是记得的，对啊，是不是？那才几条记，那才三人家你记得都是家己的哦。意思讲啊，你错比错关，可能关多少了？是你家己扛起来买个很多，还是你家己微笑，家己该扛扛起来了？是不是？那也即话，圣经甲咱讲啥物件？伊讲，那是讲你扛人的错嘞，你都吹着爱。所以啊，姊妹，在你红宝的观念里面，你哦，你也是看不着目睭，看不着目睭，你难看啥清楚？看啥物？看不着目睭，看一堆水所在，都对起，都是乱拍错的东西啊！看一堆水所在，唔通看阿哩无水所在，唔通看阿哩做错的所在。那是就算来看到了，唔通看长久。过了就算，过了就算。那你看，讲吃物件，知无？这人啊，那是要改变身体，点子啊？你相信？无一个查某人，一个做人的宝贝，点子啊？伊一个对号做人好啦，你记。相反呢，你记相反啊？无一个查某人，一个做人的翁，点子啊？做人的老爸，点子啊？伊对号做老爸，做翁了。不在那边犯真正坐正坐正坐错，做正坐正坐唔对，把那个仔呢他们唔对，他们物件应该做，他们物件不应做，退到经验自己来就好，自己来就好。为何先生做某个人才不要出家？是不是？做苗某个人好吃，但是我感觉你做你好吃，你做你好吃，弟弟老弟弟水哦。对不对？是不是？那真正的人家，我跟你讲，我苗我囝，我们来的老婆，咱的老婆，伊是弟弟来，弟弟水，弟弟来，弟弟水。我没想的哦，我到底教育不了咧，怎么想的哦？怎么想的？教我弟弟老，弟弟囝，弟弟姑，弟弟想的，弟弟少，弟弟少，弟弟少，弟弟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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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弟弟不想买，弟弟晚想买。弟弟来，弟弟咧尴尬咧，是咧烧麦过后咧烧麦尴尬，弟弟弟少，弟弟弟少，即爿烧麦嘛供求啦。啊，弟弟老弟弟好呢，那你相信啥物件？你记清楚啊！
侬咪一看到一个水水的树诶，侬看见芦土啦、白地啦，侬个三八个咧嘛，是不是？拍地基，拍地基，全部都无看到半项诶。要起我们起我们起个，哎，看到一个形，但是无水个诶，是不是？等于边无起来，那无起来，不是错错无水无门无人眼个，看到块正行啊，结了只红烟的七色个嘢，侬看看地就水了。不要紧，我看来你装修的，哇，发水了，是不是？无论虾米物件，在这个世间嘅内面咧，浪中嘅爱，要从你基本开始嘅。即句话包容，即句话咧就是讲咩啊？学伊音声，即、这个唔是错咧。听见嘛？即、这个唔是错咧，即、这个是会晓。伊若是讲我感觉伊无搞，做唔到，听见嘛？这不是错的，这是他不会晓，他差不多会晓。像我母感觉母无教，他若感觉母不对，这不是错的，不是错的，这是哪会晓。所以用我们看来看过来看的婚姻家庭，你知道吗？就探讨爱，找到爱。我们看不是说圣经在，说圣经在里面讲到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到八章。First Peter 4 verse 7 to 8， 彼得前书第四章七至八节，这个人讲，凡你是结局近了，所以让你敬敬请主修，敬请祈祷，最要紧的就是别处三件，因为爱，安怎？爱会使到加康，真正解罪。那是讲有爱咧，真正解罪会发生。那遐之外。做错不是罪了，他的做错咧无去砍你的错，那是罪了。安怎讲做错无去砍你的罪，就是一个人做错都无用爱去爱，可以将啥改变，无用爱去无修伊，或者咧错别夸大，这个是罪了。所以若讲爱咧会砍一下这罪，若是讲会爱一个人啊。现在这么这人改变的东西是不是靠人家解决，这人还是说没改变，现在这么越罪就不再夸张了，你想的事情想的事情离开的事情更加夸大了，这奇妙哟，原来啊做错的东西不是罪，做错的那是说无知用爱去靠近，可以罪跨大点声，迄个是几大伤害。圣经安怎教导我？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，我开始明白我讲的话。感谢主。我一个老师接待一个贼，这贼回金榜在个问题，回金榜安在求应接就接住，无人会接待。连学校咪收伊，无人收伊房间，伊出来无伊住，因为伊敢讲咱白伊。啊，一个牧师咯，搞到伊条起个一个教会，但咱们解牧师都唔通接待，即条人袂晓接人。但是这个牧师心中对这人有负担，要接待。伊在接待头日啊，可以住咧人客房间，教会人客房间。在那边就下了一个档，正档的一个灯塔，对吧？这群人在看灯塔，伊心不得外翘啦。哇，这怎啊？对，这会变做哪个？伊穿西灯塔，白藤下来头罩，走来了之后，起来看无人，你还讲伊个人起来看无人，跟大人讲木梳啊，木梳的呢？我讲恐怖，一群人会安吃，来搞这个物件，不是啊？木梳那个七大那个矿矿，你怎么识呢？哎，电价好大，你知唔知？咁就轻用。那是讲这人那是吃轻用，这个电价可以，希望讲这电价改变。无怪古要来乱点声，马达对四个马达裂了，这个拆啦，裂了这木梳啦。那这个木梳会点声？木梳唔单止。看到伊个点声，无名呀，反正对我夹另外个一个灯头啦，另外个夜灯啊来闪伊啊。那阿妈解伊只马达讲咧，伊就阁叫这个贼个名。伊讲哎，不知我何路个奴隶，你无夹一个去啊？哪准备我一个何路？
你話諗住請假，我用我都 sorry， 我想嗰啲想負責頭啲冷嘢話啲事。伊講，伊同我講，伊同我講是如何意嘅，我唔講日常冇冇上線，你係要嚟證明負責咩嚟？我理解，我講嗰啲事如何意嘅哦。阿奶話啲 sorry， 即是過去，我打交嘅，即係七月嗰啲定頭，又落去計估，係先問點點頭，係先問點點頭，國叔嚟講粗話。那小强辈，即系我哋头人，你喺别人撞线出嚟，唔同佢头条，撞喺啲提示，即系拆大啲，搞到咪 Q 手，交换成几多多，冇只头条，搞到未来交换公司会等等，你搞清，即系圣经所讲爱。你就要加强加自主，改变了，唔是大啲，大啲职业嚟，我哋改变是大啲爱嚟。你做唔到，唔是错，是未晓。所以啊，千万请自主，咱能做唔到，等咱狂做唔到，咱一下去哦，就无错，这是一个 emotion。但是背后那个笑嘅，咱能做唔到。一直是我起哄，因為何威啊！我起哄背後，咩啊？我唔係啲小姐嚟噶，唔啊！伊唔是賣做，伊是做未到。但係即話你點解笑啫？唔是啊？你開始佢嘅心情就亂落嚟啊，亂落嚟啊！你都開始未曉咩咧？體諒啊，即係是包容，開始啦，包容，開始啦。即係包容呢啲道理嘅，你唔係唔經驗啲愛咯。喺你之外，始終係阿哥嘅關係啊。我覺得講前提改變，前提拉調定啦，前提拉調好成，嗱前提拉啲地方，前提拉啲搞，前提拉嘢更加完美哦。喺你之外，反對嗱，所以冇用愛啲家禽嚟講，啊，即係最啲咧，越大上面嚟啲咧，點解？未走咧，未減咧，未制就出壞。啲亂亂嘅交位唔會維持，亂交位我哋過嚟第二次，上下第二次，上面第二次維持。我哋到咗邊咧？我哋就是冷漠制掉，無愛付出，無愛成件事保命機啊！所講句話，也是講人講你體會，即係華山定麗山內，冷也是講你叫你行，俾你行自己嘅路，你行哪裡去？包多俾。俾佢啲嚟揸俾我一把，即是耶穌教導講做成幾多個嘅做一步，嘅做一步。阿哥係關你嘅，所以嘅行一步就係我咩？那是嘅行一步就是偷白嘅，嘅行一步咧就冇學咩？嘅行一步咧大字要計過咧，阿咩啊？嘅行一步大字計過咧，知唔知？阿哥講啲。出面呀，喂，冇啊！今天是搞到黑十八啦，我黑十八你就买啦，因为出咧，啊，我那是看了十八，我都炒啦，等下我都来讲，炒都唔掂啊，你呀，你都买得出，你都看得未掂嘛，你就冇掂，你呀，我就掂嘛，是的，我就掂嘛，是的，你嘛，我买熟，我加出咯，二两只就买啊。你那是講我那特刀接嚟啊！我那八百三八，啲店嚟咁寫，喂，我哋又懷疑個真係我啦。喺呢度寫啲羅咩啲嘅，你都唔知。嗱，我哋黑三八，廿斤嗰次嚟寫羅咩啲嘅，我哋鏡超諗過咧，三斤點點咁包嘅嘢做得啊？做寫羅咩啲嘅，啱咩？但之外，你看得眼開開就寫得出意啊！等你把你嘅假字破。去包容你咁請，大事要改變，係咪？啊，我哋知咧，大家講萬事相信，即相信嘅意思叫做 peace you all， peace you all， 大家講啦 peace you all， peace you all 是對一項物件有信心、相信。你話當然，大啲上帝嘅關係裏面，咁是用相信去挖掘，是唔是？我哋硬開關係啊，
我们要相信，我们要用相信来维持以后，你知道？因为咱对主的观念，安怎才能主的满意？圣经人讲，圣经人讲，人若无信，就别谈着上帝的欢喜。人若来到神的面前，就别信不信，并且别信伊消除人，伊会在了消除人，祝福人。所以咱对上帝的看法啦，对上帝心情啊，上帝要带来信心的啦。我上帝别谈着欢喜，上帝别谈着荣耀。我咧红火的观念是安怎样？你圣经卡到讲对个，你我的观念对啊，观念你有相信呢？啊，只简单，含义相信，都是对伊唔通疑心疑怪。听来即话，在伫红火内面，各有家己的物件。红火内面，我会使有家己的物件。无啦，无啦，无啦。圣经甲咱讲，当要做红火的物件。创世纪讲夫妻五人成为一体，对不对？夫妻五人成为一体，二人成为一体，意思讲，两个大波查某建立成一个一样，只有强物件啦，未使有弱物件。所以在夫妻关系内面啊，未使有秘密啦。夫妻内面叫私房钱，家己的口，对于安静也是。我跟你讲钱，袂晓请啦。请阿龙头贴面面装起咧，连话讲啦。即只普通嘅户籍，应该有家己嘅口，唔系有安在。有的人感觉会使，特别在圣经内边只来看，只话户籍交会体对好唔通。当然我唔敢讲，定叫你对话，但是在圣经内只来看对好唔通，伊会制造。伊会做一些问题发生，那是讲有个人的物件。咁之外，夫妻内面个个人的空间咯，也使，但是未使重复。那是讲夫妻内面常常将强调头一个个人啊，伊对第二个个人，伫在地球输咧啦，真奇妙。人生来看咧，人来说拢未长物件，拢有了啊。不如伫来伫坐，伫来伫坐了了。开始伫要伫啊伫坐，伫来伫啊伫坐了了。那夫妻内面是讲明咧，彼此付出、付出、彼此牺牲、参付出对方的需要的。所以那是讲夫妻内面走入秘密啊，大魔鬼老地步咧，也奇妙了。因为有时咧，顶多就是秘密啊，对方就对我咧怀疑，大家讲怀疑。怀疑。这个对比音我不同，一心里面总是有一个坑，总是有一个卡了的物件啊，唔知到边个啦。所以对方夫妻里面的人之外，讲出来无秘密，含面就面在讲，一面在债，含有边的面在债，那是这个债人啊，这做波做行，准备了一个心讲，我债了。就是刀面支持的，我知了，就是刀外面来报销，就是家庭面。安尼款的夫妻咧，把你给丈夫，迄个爱把你给建立起来。那是讲个什么？那是夫妻内面有秘密来讲，莫非是但对何止一件怀疑的政治，放伫你心内，你猜？猜是一件的想法，想讲对暗，还是对暴，对狂？你来源唔在我面前，你是奇怪，你是好奇，你是要知影对方面前，那叫人怎么？你就要知影对方面前，对方就卖唔知。原因呢，就是这个你感觉讲，伊是私人的秘密，还是就是呢？我讲，你那是无相信来讲嘛，是种个夫妻关系啊，一直来伫输赢。伊来伫个婚姻，原因，原就是讲，伊对对方有一碰巧炸掉，一个伫要知，一个伫卖来知，甚至伊要知物件，伊卖来知，所以伫用猜，等于伫猜了之后，伊个话，伊个消化，拢总一件偏执那个地位，伫消化对方，唔知有虾米物件，对不注意，做虾米物件来对
伊无好诶，啊是有虾米计划，虾米规矩哦？哎呀，即话，安尼有即观念，安尼会好诶？伊讲诶话要啷袂正诶？讲咱一个抗战，咪小可梅，唔管你银行有存几类啊？讲是不是？这是我家己诶秘密来吗？我要来证明。但是，你就白伊卖知啊，伊就好奇啦，好奇啊，就求咧啥？我甲你知无啦？我甲见知无啦？哎呀，头痛啊！你都无记得咩黑面婆啊？咩话？你话知黑面婆话少咩？少咩就贵咯。那下先话，郎中的罪啊，你记啊？佮你细细开始，莫非你破坏人的婚姻点啥？老是吹到一个化小的点，一个坑，引到伊的这个家庭内面就破坏。所以啊，即话圣经内面讲。都要凡事相信，但是你爱一个人，感觉啥？你会准备了相信，相信到死。人讲啥物，你莫相信，干相信你好。就算人讲你安怎好势，你莫相信，干相信你好。我甲你讲，就是安尼相信你好啊。搞搞鬼鬼啊，绝对就是。人讲。人讲你，你安好你安个无好，无好做咩嘅？你讲上帝，你讲上帝，你安好。但即话即圣经嘅话，含数咧，因为你若是相信一个人嘅东西啊，都是一个高手嘅，甚至一个见证嘅，将迄个大地黑暗、大地罪内面嘅人，将伊救出来。但系即话，我可以讲啥物件？那是讲，你会用相信来保守了你家庭，这个家庭会长久的三天。当中国人有一句话真好个，我们叫做听过：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。意思讲，用人就莫怀疑，我准备用这人来听。你那是怀疑的人，你就莫用了。所以做头家做领袖咩事咧？登陆，见到这个人做你下手，你要完全相信。就算你心内头开始怀疑，有一个想法，你唔通怀疑，因为这个人是有见面，你就完全相信。按我管理成分，等你教你让你保养，你相信。你若是要出来做某，你有相信某？常常在按摩的观念来，未长久猜测的命，不是大地开始有罪命开始，是开始有怀疑的命。若是一个某常常伊按出门，伊在那怀疑东怀疑西，感觉伊的伊按有查某在外口，我甲讲伊按本来无查某，伊感觉本来没有查某，是不是？那我甲讲，他们是我甲你讲，他们有原因的。这某来在那怀疑，红，你红怎袂对手？这对手就是为着小妹，对不对？伊若是讲对手来讲，就无好的心情，无爽快的心情，伊怎袂对手？伊若歹对手，就外口留的，点知伊是毋是搁较济机会接触着别个查某？若是拄着一个查某，若是比如较好的，比如较贴心的，然后都出来袂向着温暖。咁啊，外口人讲招蛇，是唔是了？唔了，所以喺你后面招蛇啊，多啲怀疑开始唔变招蛇，又交个鬼来，又趁路钱，又帮到债路外口个查某诶。其实伊唔是知，伊唔是故差个查某啦，是最近个查某啦。因为迄个观念已经破裂加真正大啦，结果即个人未行成功。当然我唔是学大波借口。但是我跟你讲，这个可能性真正大。对一个人对了伊的配偶，对了伊安，对了伊某，若是讲无一个相信的心，行未远，伊会行到真正坎坷。常常怀疑，常常怀疑，常常猜测。若是讲，你若是要嫁一个人，你若是要娶一个某，你要相信。怎么相信你的东西？还是嘛？你无怀疑的思想，因为是到白白做一回念想，你知不知你心是偌痛、偌幸福？
你羡啊，羡又松快好晒。哎呀，只咪眼光近年又好啊，冇可能，你就是眼光近年好啊，你边嘅你是眼光啊，佢话甜啲，我讲人之外，谂埋讲话口人，谂讲善主人，谂善主人前呢个唔系声嘅里边，谂你话点样培养训练除掉对度啊嗌，对浪漫无边的，对前置嘅训练，只是谂唔系对上帝话惊人声，谂罪嘅之内唔等声嘅，所以人之外，等嗱嗱。对着那暗光发起两声，对起啊！神人对上帝，对起人也会骂上帝，但是上帝未会骂人。但所以咱对上帝一关的是百百姓上阵，对不对？相反，咱对着那人，会另外个错，会变成百百姓的上阵。他奇妙的，你那是百百姓上阵，对不对？会回报的，变成百百姓的爱。你知唔？在你婚姻里边，你受逼你，若那是小路淡薄的逼你，我呢个坚持会生人，何止逼你，只系罪嚟做乜事？所以圣经教大咩咯？我哋运作嘅爱都要经相信、相信、相信你恩，相信你福，相信你惊，要相信我，依家丢是喺个顶里边最好。伊未做出无好嘅物件，因为伊是主嘅儿子，所以等我来相信点子啊，弟兄姊妹，我话你讲，即相信就会生出大嘅，阿咩咯？来第三嚟话，凡事盼望，大家讲盼望，盼望即系字嘅讲嘅意思叫做 L B Z， 大家讲 L B Z，L B Z 嘅意思咧就是讲希望。那人建立将来，将来希望将来，所以是听候的意思，等的意思。那婚姻都要希望了，但是话常常啊，咱会看惯啦，对婚姻观念会看惯啦。咱常常先看到无好的，消极较济会看好的。所以圣经里面教人讲，那是讲要建立爱咧，都要希望，对咱对方有希望。所以你们知影这物件，对每一个人有希望，对吗？甲大妈的包容是养做一伙。那么请问，这人若是讲对对方希望的，对吗？伊知影讲这群人会直直来，直直好，直直来，直直无啥，直来直改变。相处合理物件，做你训练失败，就是讲你无希望的啦，你未改了啦，你心未改啦，你一世人你是安尼看了的啦，你知道？我无目睭看你啊，你知道？司机你等咗嚟，梗系惊啦，对唔对？那是冇是未惊了嘅啦，用上硬系话出嚟，对唔？无路用了嘅啦，你，对唔？我哋咪狂咯，我哋咪个讲话咯，对唔？是不是？我已经是乱搞了，即系话咗成你，即是冇希望嘅话嚟啦。但系你知唔？当你婚姻关系里边，你唔能建立一个幸福嘅家庭，有希望，全系希望，希望，伊嘅。我希望你幫你安你家己將來是好的，那是什麼？這是信心。那基督徒他做的什麼？說基督徒是過來相信嗎？這相信，這相信是帶來希望的，帶來盼望的。等你相信主的改變，你怎麼祈禱的？對不對？改變了會有什麼呢？沒改變，對吧？是不是？但是你希望就帶來主的靈力到你頭前的日子所以圣经讲什么信？信是阿未看到的证据。信啊，举例来说，是阿未看到发生的物件的证据。伊所惊到我相信的头前已经看到了，我相信的了之后，我已经在阿头前看到了。因为我相信主听的耳朵头前已经有一耳鼻了，这个就学得来了，你就收到上帝灵力啦。阿我的观念不是你话的哦。你若希望有一个盼望，有一个吉祥，有一个就是吉祥 vision。你若是希望我们家庭内面，你盼望的家庭内面是好的，你行落去拢是好的，真奇妙的。若是你感觉无希望了，
就停在那里，你来你退后了，教会破坏的事情就停在你到你生命里面，停在你破坏。现在怎么样？你到你家庭怎么想？你是希望你教庭停在你好，还是你尴尬？你另外一方面希望，我跟你讲，总是希望的事，总是有希望的事，只要改变，只要的生命谈到头发，只要祈祷，只要祈祷。到底这个做好的，有一个十来分、十八年的一个兄弟啊。被迫就对了，就那个人甚至就死的，死的那个人就是就刚好他在你看不见的时候中，他的家庭对他没希望了，没人见他吃苦了，那些人时候中那个人就准备改变了，准备一个机会，对这个阿公生日特色啊，下面，伊是经过一个就下面，我是叫伊适应个。结果伊变做乌尼卡布出来咧，咁咧就继续说，开始创业，开始在开始做做主的间街道，然后开始创业。但是伊心唔甘，本起伊个麻烦啊，因为惊伊无面子嘛。伊搞个伊牧师，解讲一句话，你若无对呢？你的家庭是绝望的，你若对呢，你伊的家口，你就是你最大希望，会救你爸母拢做人样。你为了一句话而对，你十几年无见的爸母，即气到变两下，伊嘛未认，甚至伊嘛未接受呢。感觉要来捞你，我是要来偷，要来掠。但是伊无停的对应，无停的对应，对应个差不多一年几个人时咧，伊慢慢开始接受，开始看到伊改变，开始看到耶稣，慢慢伊开始传到伊每个地界人听，该讲到改变，佮慢慢的等下，伊开始带伊的这小弟小妹接受耶稣，佮慢慢的等下，到达尾伊的妈，尾鬼神迄个一大点声，伊嘛信了主。伊嘛来讲一句话，我本来什么都不希望的，但是我看到听你讲属性耶稣，如果讲耶稣改变了，你信了耶稣，伊嘛不信耶稣，这条人出来袂靠信耶稣。那样子话，我听你来看到啊，样子话，希望是有的，是看你愿不愿意将你心机。建立到你希望的内面，就对建立。那你千万，你相信啥物件？咱人当中在过程当中，你讲话，无论是教人也好，生活也好，成功也好，做生意也好，都在过程当中。咱是世人啊，无终点的啦。There's no end in our life. Always is a process. 这个是一个。过程 process， 所以讲我合一在变啊，好诶变无诶，起诶会变落，落诶会变起，无好会变好，这里变咧，合一点在起，合一点在落，是安尼款诶。所以，你为啥会相信这物件？为啥物件发生，到到未来本来发生好诶，无这物件是完全绝望诶。不无像物件是对大希望，所以物件在变咧。你若是讲在你揣到希望，哎呀，你先看，特别咧，对信心会体到上帝灵力，你要改变自己。你若心内面想是绝望咧，一世人就绝望咧，一世人就绝望。所以若是讲对对有事，像我对了对家庭，若是讲我有希望，我相信一直进，相信一直进，我相信一直进，我甲看你自己就来，你先看。出错你嘅点，所以人之外，对了人行过一关嘅，建立爱，特别佢有希望。最后，那一块，让你下手。
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大家讲宽恕忍耐，这忍耐的意思呢？大家讲文章咧，读系福邦 N O， 大家讲福邦 N O。嗱，之前咧可以记录，但系头先等于咱做我讲到，爱是等于忍耐，不是忍耐。但是你注意到哦，第一道忍耐，但是道忍耐无常字哦，真奇怪哦。嗱，是讲无看短文，看无呀。嗱，第一道忍耐一共十三条，第四章等于古的忍耐叫做。Macro UML， 来讲 Macro Mu Macro UML， 来讲。啊，这几张牌头啊，这只是讲到吞论可以慢慢起哦，慢随便起哦，是不是？对，情绪上 emotion 里面的控制的吞论，但是这边呢 ，Home Home On and All 的点还都无想哦，这点还是什么呀？等固波起了。老甲尾，疼甲尾，无退后的，要坚守了，要顶了承受啊！你话，即 to preserve， tarry behind， to remain， abide， not retreat or flee。你话，即个浪中啊，是讲究对长大志的坚持，大家讲坚持，有信主。信主啊，有信外，信主唔是当叫信，叫信喺度，对信教，咱自己定案嚟嘅时候，又叫信喺度，对信教可能嚟到，唔无离归主，即系叫信喺度，唔是信信好信，信冇信冇信，即系叫信喺度。但我听下话先，我问你，结果定信啊？上次系叫做信喺度，即系叫做卫生 commitment， 将你生命 commit。将你生命放到你一个所在，永远无离开的，下到你干位的，永远无离开，这叫做忍耐。原来 hold on and all 的意思咧，就是叫你坚持到这物件。那婚姻咧，不要谈到爱，不要谈到爱，唔是无好就放，唔是歹就放，咪淡薄淡薄就卖，淡薄淡薄就分开，淡薄淡薄就放散。那安好咩咯？婚姻要安怎谈到爱？要啷建立到完全爱，除非你愿意。坚持了，如果靠你唔办啊，你这一个就开始生啊，开始生好物件出来，开始生浪漫物件，开始生特别物件，开始生咧，只下只爱物件，只下只幸福物件出来，晓得未哦？真正奇妙的哦！原来爱是安款的哦，爱要坚持了，修了，愈老愈甜，愈久愈好食。来，讲来，愈老愈甜。猪老猪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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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猪在你主裡面的希望，在你主裡面的不要改變，主會將死來的變成活的，將無的變成有的，不能將歹的變成好的。所以我們若是說會在要堅持下去，這個忍耐就會生出愛來，生的改變，家庭的改變，一切都改變。那你對你無好的這個每一遍做一个帮忙的一年，上帝将你目睭切去，将欢喜加进来。阿门，感谢主啊！啊，因为咱来看，爱是啥物？大家讲包容，爱是相信，爱是盼望，爱是忍耐。阿主要上帝啊，对呀。阿主要关。